Hello，今天第三天，我们刚睡醒，现在下午2点了。然后今天听说是他们越南的足球比赛，然后3点开始，然后我听说外面会很热闹啊，就街上啊还是那些，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出门还是这样哦。还有700多个街，然后我们来了一间店，是那个面粉的。我们没有吃饭前，他们会给我们一个豆干，还有一个香菜。Right。我看他汤。你看它的肉。又有油，能接受九层塔味道的就要放多多下去，哇，很香。越南就是要喝越南咖啡，每一天都喝啊咖啡啊。肉河粉，你看它的那个肉。太油，哇！哇，很，这样讲，太油啊，不会腻啊，就很绵，很绵。它汤很清淡，然后加上它煮成它很香，然后它汤微微咸，不会讲很重的味道。这里也是有华人的庙，因为越南也是算是蛮多华人居住的地方。现在我们2点半，我们已经到酒店里面了，因为怕等下3点外面就很多人。然后他们在试着开一个越南的 channel， 要看越南的足球比赛。哦，终于开始了！哇，可是那边下大雪，那足球场你看，不知道能不能踢。希望越南可以赢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越南。OK， 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们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出去吃饭了。你看，我们找 Uber Taxi 没有，全部停着，因为他们在看球赛。我们平常时差不多2分钟找一辆车，现在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车。耶，下一题，我们要现在提早出去，不然的话，等下他们会庆祝，我整条街就不能走了。你看，他们边叫还是边看哦。还没有看，还用架用听哦。好恐怖、哦！全部人啊，不要做工啊！不要做工啊！全部人放空看。哇，他每一个店都是满。哦。我都满。哇，什么味道？你讲什么味道？你跟我讲什么味道？讲不出是。酸酸辣辣，香味道，好吃啊！开胃菜，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这个什么 ？scallop， 再看看这只，硬掉了。原来好吃，好好吃，花花生会很香。回家，可是听说找不到德士，因为他们刚刚足球比赛2-1，最后1分钟119的时候，越南他们输去了，然后有可能他们那边也有罢工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在跑调里面呢，慢慢会听到外面他们
庆祝的，他们在慢慢在hotel外面楼下啊，哦，那么多，他们慢慢庆祝。哦，喂，那。Alright， 今天第四天，我明天就要回去了。今天去到处走，到处走，到处走吧，去走走哦，塞滚啊，塞滚啊，第一进啊。我们先来塞滚区，然后我们先找到这个 cafe， 爸爸很出名的，是这边全部上面都是每一间都是 cafe 的。做 lift 要给一个人3000块。Thank you。健康啊，我们早餐的，不算早餐，算了。哇，脆哦！这个牛肉，哇，这个有烧肉啊！我都没有吃肉不是？这个我很喜欢吃，这个应该啊来。看这个卤一个，这个哇，健康的早餐。嗯，好吃。我们越来越难吃别国家的食物了，本来是韩国餐。刚刚我们吃一个烧烤，要吃整百万，900多钱。Good morning world， 今天是第五天，最后一天，就是我们回去的那一天。等一下我们去吃早餐，过后我们会去机场，然后 after that 我们就回去马来西亚了，就这样子。鹿肉哎，沙爹鹿肉面，干捞。现在我们去机场，我回去，他们回去澳门，我回去马来西亚。嗨，我们这次的越南之旅就到此为止，然后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次的，还有你们知道啊，他们结婚的风俗是什么？还有一二三，我们一二三，拜拜，一二三，拜拜。